看的。我开了。我看的原因只是看，如果你打得好和打得不好是什么原因，正好我要看一下这个队伍什么原因，因为我答应他们老板要帮他调整一下这个队伍，知道吗？你现在都在打还没打过分？但我听一峰说，你前段时间上分是用那个什么辅助上单上分的是吗？到时候你去了先打，然后你有，然后你们训练赛的时候你告诉我什么情况，我到时候会去看，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，好吧，然后更多的就反正就只能靠自己。那可以，你回去吧，好吧。什么声音太大了，兄弟们，什么声音太大了。这样好了吧，现在好了吗？今天撸啊撸，今天撸啊撸，兄弟们，今天撸啊撸。今天撸啊撸呀，今天撸啊撸，今天撸啊撸，兄弟们，今天看马哥上分，我也好久没打排位了，我现在排位估计也菜，马哥也很久没打排位了，但马哥这两天练了一下，好吧，学习一下马哥，偷袭一下上分技巧。我给小马下了命令啊，让他去冲，让他再去冲个国服第一。不知道他现在还能不能冲上去？不知道，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冲上去。就感觉他可能年纪已经大了，可能冲不上去了，已经不是当初我们知道的那个意志少年了。下个锤锤的棋，下了几天，
下了小马哥下了几天棋，他妈直播间都要下黄了，给老子。哇，别吧！我他妈在停播前，我那几天我撸啊撸排位不猛，兄弟们，老子不是把 C。服自己来的一律视为偷懒，真的吗？哇，我觉得在坐在旁边看别人玩，比他妈自己在这玩累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这看小马玩，比我自己玩那个吃鸡累多了。吃鸡是真的偷懒，这游戏是真的偷懒，你知道吗？但吃鸡不能玩久了，吃鸡玩久了会没状态，真的，这游戏玩久了真没状态。我操，这个迷宫是真的迷宫呀，不知道怎么走，兄弟们。我操，这个迷宫怎么走呀？走先是走不通的，走下面。这能不能走右边？撸啊撸不好玩吗？撸啊撸怎么会不好玩？多久没玩撸啊撸了呀，兄弟们？已经太久没有玩撸啊撸了，知道吗？得玩一玩撸啊撸了。撸啊撸主页呀，兄弟们，最近要打打排位，最近他妈吃鸡都玩疯了，最近天天都在吃鸡。感觉再他妈玩半个月吃鸡，到时候去打撸啊撸，钻石仔都可以欺负我了。不可能被钻石仔欺负的呀。我操，还有一个灯笼吗？以什么以前钻石咋欺负我？你们好好说好吧，不要他妈乱黑。我什么时候被钻石仔欺负了？
你妈爷再怎么不济，至少璀璨钻石称个霸没什么问题，好吧？哎呀，那个他妈爷要奈我何？那个是什么小概率情况吗？那个是小概率情况，因为打1000发，对吧？出1把的事情，那能算吗？哎呀，这个迷宫是真他妈的难找。别今天给我打一打，他妈再给我搞掉线了，好吧？这个币已经是我最近第3次来干他了，真的，他已经活得太久了，这个 boss，他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。是真他妈刮痧呀，兄弟们，给 boss，这 boss 是真腿柔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是真给他刮痧。
啊，被射到了。哇，是真他妈批的恶心，这个怪！再不刷祭坛，人没了。一共四条血啊，这个 boss 肉的一逼。啊！失误了，人没了。只有两条命了，要死了。啊！爆发又他妈给爷躲了，这畜生！捅死你妈！
再坚持10多秒就必须死了，坚持坚持，兄弟们坚持！啊，又晕了，完了！倒下，妹妹。出货！出他妈个蛇皮！哎呀，又不出货，真是烦。哎呀，就是不出东西啊，出个东西它不香吗？哎呀！出他妈蛇皮出！出了几个他妈怪异魔方，还是有实现的，直接摧毁，这个留着好吧。神奇的魔方，这个留着。打他主要打这个 boss，主要是得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给你们看看。主要是得这个东西。命运碎片，主要是得这个黑暗力量气息可以换命运碎片，这个命运碎片就是打黑魔法师的门票。没有了，现在四个碎片，兄弟们，还有四个碎片。妈的，这些东西卖不掉，现在很烦。他把那个关闭了，卖不掉这个东西。去拍卖行看看我的东西卖出去没有？昨天在直播间推销了一波，有没有老板上当？看一下。看上去不像是有老板上当的样子呀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卖出去了，好吧，还是卖出去了，卖出去了两个。别的东西他妈老板们看一看呀，赶紧帮我把库存清一清。全区一个人嘛，肯定不止呀，只是线比较多。然后你就看不到人，随便换一个稍微人多一点的线，还是很多人玩的呀。这些你们看，这些什么9点半，什么你冻柠茶，这些懒癌 Coco。这些都是女的，知道吧？这些应该都是女的，你都可以去撩他们的。算了，我先不撩了，我让我兄弟上号去帮我冲那个联盟去了。